到三个从两样东西、嗯、一样东西就是恩典和平安、嗯、然后从呢哎习事近事以后有事、嗯、从宝座前的祭礼、嗯、从啊忠心的见证、嗯、那从三个地方实际上是从一个地方、嗯、那诗歌是说从深处、嗯、所以这个从呢就是从深处、嗯嗯、宝座前的祭礼啊，习事近事以后有事、嗯、还有呢忠心的见证、嗯、都在深处、嗯嗯、那有什么呢、哎、有恩典与平安要运送过来给我们、嗯、恩典与平安归于你们、嗯哎、我们的灵呢哇真是呢跟这个、哎、这个恩典和平安就实际的调和为一啊、嗯、正式享受啊阿门、嗯、那我们就进到了圣所里面吃到了陈设饼桌子上的这个陈设饼阿门讲的、这个陈导呢真是直接就带我们呢到三一神的面前、哎、三一神呢、神圣的三一是最高的属性、哎、圣经中哦马太福音哥林多后书还有呢这个启示录这里是最经典的三处三一神新约了哈马太就是进入父子圣灵的名语阿门以后是三章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阿门。众人们在，阿门。父有爱，子累有恩，阿门。圣灵有交通，阿门。启示录这里哇，就昔是今是以后是宝座前的亲灵，那是父灵，然后子后众神见证恩，阿门。到了启示录三一神呢，这个灵居中啊，居首位了、啊。Amen. 你动灵 ，Amen。这个宝座前的七灵的分赐 ，Amen。恩典和平安呢，一直不断的分赐到我们里面 ，Amen。神圣的三一是三一神的第一个这个最高的这个属性 ，Amen。第那个讲到了这个丈夫对妻子的余力的时候呢，嫉妒是神呢。啊，第一个属性，属性，然后呢，神圣的三一，这个 Trinity 啊，是一个最高的属性。这个三一神最高的属性就是神圣的三一。Divine Trinity is the highest 啊 attribute of Triune God。啊，哈利路亚！这位神真是太奇妙了，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是三一的。对，不是为着研究，那是为着分赐。对，这样站对的角度啊，正确的领会，我们对这个三一神呢，就有很正确的经历。对，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对。